哦，我觉得这件穿起来好好看很有设计感哦，对吧？啊，哎，你现在那超个编号是背心的哦，的对啊，他在喊错，默默想买内搭那个吊带裤，他喊错是裤子上面。这件好好看哦，而且有口袋，对，而且它是女装，它又不是孕妇装，我等下直接买，而且是个色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没关系，好好看，但穿这件普鲁，跟你拼了，因为你看它很低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它很神奇，就是它穿这件太酷了，它做了这个荷叶的设计呢，修饰了肚子，从正面看其实根本看不，换黑色来，然后呢，这件还有黑色，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就是长度的妈妈，因为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很。想要长肚子的人，那你黑色就会非常的羞辱，就是穿直接穿哺乳内衣啊，单穿有没有？有一些辣妈，对，这个色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真的，而且你这样穿完全超长度的，超正面看真的完全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是孕妇，然后要侧面看起来，哎，好可爱哦，这个也是正常人可以穿的，是啊，它就是一般的一般的女装而已，对，因为很多人怀孕都会穿吊带裤。是的，但是我觉得吊带裤夏天穿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比较热啊。这件这个材质就是很轻薄又弹性很大，穿起来就是好轻盈，然后又修身，然后又宽裤，又是宽裤，宽裤真的有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怀孕之后很难穿，就很难有宽裤可以穿。对啊，对啊，怀孕没什么宽裤。侧面还有空间吗？可以穿到身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可以耶，你看还有，还有空间，还有口袋耶。对啊。有口袋哦，它有口袋，而且我穿到生我可能也是在一个月，裤装的胸围我就要生了，那我现在一定是可以穿到生，它是很有弹性的，它这个真的有一点弹性。那你可以走近点给他们看一下材质吗？吊带裤的材质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是有一点像是厚的雪纺，对，类似那种感觉，所以不是棉的哦，是厚的雪纺，它是有弹，有一点点微弹性的。材质不容易皱的那种材质，胸宽其实限制不大，因为它其实在它的挖的很大，对，所以你至少是胸围、举奶都可以，大概16-158以上都 OK。我们模特有158的示范，你可以上官网看158，对158的示范，可爱又凉快，然后又很又有口袋，又有口袋，又不规则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件就是没有肚子的人穿也是好看，因为它是女装，对，女装，对，我们真的是找宽松的女装来给你。赶快加一，赶快加一吧，加一哦！这件赶快加一，那么。